你好，例行检查。你好，麻烦开一下闸口。我是好人呀，冤枉我了。你好，例行检查。快点给我卡，别磨磨蹭蹭的。我什么身份，你会后悔的。你好，例行检查。你好，女士，我着急着去给人做手术，拜托你快点。我是好人，是不是搞错了？你好，例行检查。我是做生意的，快点开闸，让我赶去下一个饭局。你干什么？我要投诉你。你好，例行检查。你好呀，我好久没跑过这条路了。妖魔鬼怪，哪里跑？你这个月干得不错，公司准备升你做主管。